哎，帮我讲。大家好，我是吃鸡丸老师。哎呀，好。运用所学来解决我们生活上面的问题。来，开始吸。哎，看一下啊。看个气啊！好，这是我们自己。要磁铁。不要看旁边。弱了吧？这个是那个铝线。啊。会不会尴尬？尴尬死了。自制解决问题，这就是真正的素养啊。运用所学来解决我们生活上面的问题。来，开始吸。哎，看一下啊。哦，有听到声音了。来点伴奏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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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白鲨出动了。看有没有这东西。有没有吸得到呢？哎，来，有主人转看。哦。白捡了，你看有没有？你看，我们刚掉了。我是吃鸡丸老师，我们很成功了。耶！好啦，我们把它吸上来的。耶，它那个很厚。然后我本来跟他说，我不知道他会去捡。地下水道那边，然后就进去把药水这样吸上来。哦。我们就成功了，哇！